一蚊免費試用喎，咁到底係一蚊定係免費試用呢？上一集咧，我哋有讲过有个 ATM 起到劲高啊嘛，跟住我话咧要有铜梯先用到啊嘛，今次咧就好少少啦，冇咁高嘅，咁所以咧就唔使梯，有个桶咧就用到啦，十分方便嘅。黐线，凭啲字母啊，我已经推算到佢系想用边个字。如果拉翻条线就系 H A P P Y H O L I D A Y S， 点解要咁样做咧？冇啦。Yo，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 C。 今天这条片是由 Lingoda 赞助播出的。话说呢，在早一个月左右啦，直播呢是只用英文讲嘢啦。That will be very cool, it's just only one shot。各位呢都在 chat room 打英文很搞笑咁嘅。当其实呢我都有讲过，就因为我是想练下英文啦，同埋呢就同啲观众玩下咁样呢，就所以讲下英文咁样啦。唔知系咪关事呢，嗰个零星期之后呢，就有一间网上学校呢就搵我，问我有冇兴趣同观众分享呢个学英文嘅方法。仲话呢有个 course 呢，如果你想齐晒嘅话呢，系可以将你所有 100% 嘅学费还返俾你㗎喎。之后我自己呢就想学英文嘅，俾我试下几堂之后再諗同你哋合作咁样啦。咁所以呢就上咗几堂，可以有啲有趣故事同大家分享嘅。上堂呢其实呢就係喺电脑度上啦，有自己支咪呀，可以讲嘢呢，咁你就可以上堂㗎啦。开头呢老师呢可能会叫你哋讲下英文啦，有啲句子咁样啦，就会抽啲同学呢去读嗰啲课文，好似你哋中学上堂咁样。但唯一唔同嘅地方就係呢，因为佢一班呢得四个同学仔嘅啫。咁如果你想尝试下讲英文呢，咁就多咗好多机会啦。课程入面呢会有啲问答环节啦。而我呢就好记得呢，我嗰日上嗰堂呢就係讲关于 technology 嘅嘢，跟住就要同大家介绍下用咩电话啦。咁我就话我用緊 iPhone 12啊，跟住之后呢好记得係个老师哇咁样，好似係唔知係咪佢哋唔兴换新电话定係点呢，即係大家嘅互动都好开心咁样啦。咁可能你哋会话咁但我英文唔係特别好喎，如果上呢啲堂有啲问题唔識答点算啦，係唔使驚嘅，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咁就好简单咁样同老师讲I'm sorry, I have no idea 咁样，老师都好 nice 嘅，唔会俾压力你啦。咁可能问其他同学仔会唔会帮到我手咁样，仲可以透过其他同学仔嘅答案嗰度咧学到啲新嘅英文咁样嘅。仲有一样我觉得十分之好嘅地方咧，就系佢系有24小时嘅堂上嘅。我呢啲 YouTuber 系日夜颠倒噶嘛，做完嘢5点几6点，但系我又想上一堂英文堂先瞓觉嘅话咧 ，book 啲凌晨嘅堂就会方便好多啦。啱啱先一开始都讲到话可以点样 100% 还翻学费俾你嘅，系咩事咧？其实咧佢有两个课程啊，嚟紧会有嘅 Super Sprints 啦，就为期3个月啦，每个月咧有30堂，每一堂都上齐晒上足晒嘅话咧，可以将你嘅学费全数还翻俾你噶啦。可能你觉得自己系冇咁 hardcore 嘅，咁就可以有一个叫冲刺班啦，都系为期3个月，每个月咧就有15堂嘅。当你上晒咧，都会还翻一半嘅学费俾你嘅。咁啊，鼓励大家咧下定决心报咗名咧，就唔好因为佢网上学习咧就走堂 skip 堂唔上咁样样。最后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嘅话咧，就记得用我下面条 link 啦，同埋呢一个 discount code 咧，就会享有呢一个优惠噶啦。咁啊，大家记得留意啦。好，正片开始，招。喂Hi Today episode of Reddit Review Happy Design 都是上一次讲过的，就是类似一些设计师的谬误，或者是有些东西设计出来本身有些障碍。我们今天呢就会 Review Crappy Design。 大家看看这个有个暖炉，中间条罅夹咗嗰个插咗啦。I spent 15 minutes looking for a plug in my hotel room. The only one is behind the radiator. 阴公，你系基本上用唔到电噶，因为唯一一个咧系喺呢一度。唔知个暖炉有冇插咗啊？边我就掹咗暖炉嗰个自己用，有啲颜色笔咁样啦去 mark 紧啦。34号色 yellow， 但系橙色。我谂起一样嘢俾大家睇下 ，YouTube 有条片咧好搞笑，佢就系话咧，大家睇下呢个。Name a yellow fruit, orange. Name a fruit that is yellow, orange. 呢个叫 tennis training tool 啦，即系练网球。网球嚟讲咧，佢咁样打系冇错啊。不过你睇下个环境，系一个高尔夫球场，再配合翻佢呢个姿势咧，系成个真系打高尔夫球咁嘅碌。但系拎住个网球拍鸡婆咁嘅机落去，到底系网球定高尔夫球咧？然后到上次都有讲过嘅呢一个厕所系列啦。This bathroom covered in carpet， 阴公哦，地毡系有咩问题啊？缩水啊嘛，咁厕所又有咩问题啊？多水啊嘛，你冲凉又肥，真系都系，跟住你又洗手又去厕所，都系水。
头很痛啊。然后呢个又系厕所系列。I feel like it's a safety hazard， 即系话呢个系一个安全危机啊。首先有咩问题咧？厕所系湿立立噶嘛，咁大个嗰啲高低差咧，差错脚咧即刻扑落去。另外一个问题我见到嘅咧就系咧呢一个架最高嗰层咧，其实系预你企喺呢一个位置先系咁高。咁你企喺呢一度咧系攞唔到嘅，基本上。一系咧你就冒险咧将只脚叉上嚟呢啲位置，又或者系你企翻过嚟呢度，然之后伸只手咧弯个身过去攞呢啲嘢，都系十分之危险。嗰个咧系一个 gym room 嘅厕所嚟嘅，佢话咧佢企正喺个水龙头嘅前面啊，就遮住个样。做 gym 咧可以令到个人嘅体态更加大只啦，但系咧唔会令到你个样靓咗啊嘛。可能个 gym room 想 maximize 嗰个效果啊，可能个人好样衰嘅，好似我咁，做完 gym 都唔会靓仔咗，见唔到自己个样咁就唔会成日因为自己个样唔够靓咧就影响咗个心情。呢、这個廁所係冇咗個廁所板，咁所以當你坐落去之後咧，係超級無力凍啦，同埋超核突啦。我冇咗塊膠咧，我係唔會想坐落去，因為我覺得咧呢個窿太大咧，會成個屎忽跌咗個屎坑度。咁另外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個感應器喺你個頭殼頂啦，即係話咧只要喐一喐啦，會烏低撳電話啦，離開咗感應器咧，下面就會充刺啦。咁所以咧你嘅屎忽咧係會 keep 住俾人充刺啦，同埋好凍好污糟啊，或者呢個隨時跌落去風險。冇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旅行咧，就见过，永远都系咁样嘅。有啲厕所系对住个房，然之后中间系有个玻璃，系可以俾你见到入边冲凉屙屎嘅情况。可能人哋系有嗰种情趣，系睇住另一半去厕所定系点样，但系瞓喺张床度望到个厕所咩老环，系好核突。然后呢个厕所明明有门，但系有啲咩问题咧？个门系废嘅，出边系装到入嚟嘅。可能他们特别 open， 不知道我特别不 open， 大家要好好珍惜自己一个好用的厕所。然后这个 Look like a three-year-old organized these elevator buttons， 我都试过，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地方的 lift 是怪怪的，大家数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问号为什么会20楼在这里。然后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很真的东西，就是呢图表永远都是不啱比例的。一桶的油可以行到几远啊，货车是100公里，电单车就是1800公里，飞机就是1公里，船就60公里，小型飞机100公里，车就1000至1300公里。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呢这个飞机是好像很远的，明明这个飞机只是飞了1公里，一公里其实可能是去到这里。为什么60公里会多于100公里呢？这个是一个仓鼠的玩具啦，仓鼠笼入面有个好像风火轮是这样转这样转这样转这样入面跑一步，有些都是一些透明波等它周围走这样。这里有三个窿呢，个设计有点像保龄球啦。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呢，就一定会忍不住当保龄球这样碌的嘛。然后这个呢都好搞笑，15隻颜色啊，你由你的屋啊给你参考一下，你想用什么色系来做你家的颜色呢？好戇居，你拿黑白色来印，我鬼知道这些什么色啊。 Mario Esu Mario Lancho Lila 全部黑白色，第二啲。然后这里呢有 Pie Chart 就讲呢啲人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但是为什么 Red 是有 Red 的，但是 Red 都是代表 Green 的，但是你有 Green 代表 Blue，咁 blue 咧又去咗 white 同埋 black 咯，冇啦。然之后咧 $1 free trial， 1蚊免费试用。咁到底系1蚊定系免费试用咧？你明唔明啊？免费试用应该系 free 啊，1蚊仲系咪免费咧？第二次初吻啲 friend， 我到底系初吻定系第二次咧？计啱啱先嗰个1蚊 free 嗰个咧，呢个又好搞笑，有2嚿，但系呢度有4嚿，咁到底系2嚿定系4嚿咧？呢、这個又好搞笑，佢話咧喺個籃球上面咧有個巴曲同埋有個 QR 曲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咁樣咁多白色一點點黐咗落去點印大佬？而家就即刻做，攞個電話啦，然之後呢一個係個 QR 曲啦，對焦啦 ，nothing，I scan nothing。整圖的時候你沒有 expect 過個表面是這麼 rough 吧，但是總之就 scan 不到，這個也很黏線。藥丸有些 instruction 可能你吃之前要看看啦。然後呢他說 Patient regularly using 什麼 and this drug 會有更大的風險去，但不說要令到吃的人很不安心，到底會吃完之後會怎樣 To die To be happy Don't know。 然後再看看啦，我呢是看不到或 feel 不到個掣在哪裡，所以呢我一定要有光先開到盞燈，仲要开咗灯都睇唔系好到个掣嘅，即系我谂起周星驰嗰个太阳能电筒，即系你系要有光先可以开到盏灯，但系咧你要光咧就系开灯，咁但系你盏灯咧冇光系开唔到。呢支系唔使电芯嘅太阳能电筒。
咁如果冇光，绝对唔会着。有冇可能冇光都着咧？问得好，熄灯。系，只要攞另外一支电筒出嚟照住佢，佢就会着噶啦。嗱，真系好有用啊！上一集咧，我哋有讲过有个 ATM 起到劲高啊嘛，跟住我话咧要有铜梯先用到啊嘛，今次咧就好少少啦，冇咁高嘅，咁所以咧就唔使梯，有个桶咧就用到啦，十分方便嘅。黐线，冇啦，又系字母系列啊，唉，我好憎呢啲真系，佢应该系 Paris 啦，巴黎铁塔啊嘛，咁但系咧呢一、這个点睇都似 A， 跟住变咗 Paris。又是这些东西，我只是 Happy Holiday， 只是凭字母啊，我已经推算到他是想用哪个字。如果拉回条线就是 HAPPYHOLIDAYS，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黐咗边条孖筋 ？Another one， 我只是看到 Christmas， 已经看不到什么了，是不是 Merry Christmas？ 会不会是这样？你哋睇唔睇到？我真系睇唔到，黐线！又有心形嘅锁匙扣，其实你顺住读咧就 love I U 啦，然后你拎出嚟咧就会变咗 I love you 啦，摆隔篱。咁但系个问题系边度嘅咧？中间系有个斩开咗嘅现象，即系嗰啲 heartbreaking 嘅感觉。冇啦，点解永远都系咁中意嗰啲字母嚟玩嘢嘅咧？其实系咪觉得自己好有趣、好风趣、幽默咧？咁今集嘅呢一个 crappy design 咧就去到呢一度先啦。中意呢条片咧就记得 like、subscribe、comment 啦。如果想早啲睇片咧，欢迎大家做牛欢喜支持下我啦。我哋下条片见，睇咁先，拜拜。今集观众问题咧就系、是、问我平时几点瞓觉、几点起身啊？而家咧我剪埋条片啊，最后跟住之后咧 ，band 埋咧。就应该七点零就瞓觉噶啦，系朝头早七点，平时几点起身就系晏昼四点左右，所以系一个超级颠覆正常人嘅生活咯。大家都唔好学我啦。咁我哋今集咧就真系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系咁先，拜拜。远噶啦，真系远噶啦。如果你依家都仲未走嘅话，咁记得订阅啦，拜。